1983年做服装起家，一路走来，我想想我一定要跟第三代人啊，真的能够解决一点社会问题的事情啊。父亲给我取的名字就是希望我能够为这个社会为国家能够担当的时候能担当。 老年痴呆症的创新药，这个事情确实是能够造福人类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年的这类的发布以后呢，我们就是大健康产业。我们做这个老年痴呆症的这个事情啊，它本来就是世界性的一个难题。我们也该发布一个“受人热靠衰老，全球行动”。这是我已经做好了这么多年以来最高水平的广告语，足以令所有的人无法抗拒。 中国人的骨子深处里面的天真，只要觉得对大家都好的事情，他会坚定的自己去做。其实中国人身上有很多这样的东西。